所有的装备我们都一起背着下去，对吧？对对。我们先打一个锚点。今天的这个鱼骨洞会更原生态一些。到下一个要垂直，这样90度。你说这样？对啊。现在一博操作的已经很熟练了。其实就你的舒适区而言，我们对你的要求其实是过于严苛的。为什么最终你能够做到？其实说到舒适区，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舒适区的理解不一样吧。有的时候面临挑战，我好像都会把它简单化的去思考，去想象。我觉得我去做我喜欢的事情，也是在我的舒适区内的。